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一起又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先欢迎大家一起站，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真的是不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就住在我们里面，让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与你同在。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此时放下自己心中的忧虑，也许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他们处在一个艰难的一个困境里面，或者处在一个领受你恩典的里面，而求你让我们在这时候就只专注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这地能够来敬拜你，父啊，谢谢你，也让我们此时在这当中
要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亲近你，更多读你的话语，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读你的话语都是因为这样的话语要让我们刚强壮胆，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要去影响我们的弟兄，影响我们的姐妹，也影响我们在职场当中所有那还不认识你的父啊，我们就是这世界的光，这世界的盐，你要使用我们，你要使用我们，大大的使用我们，走向我们的职场，走向我们的家庭，走向我们的邻居，让我们这样走出去传你的福音。父啊，再次的恳求你，也引导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让我们整个华语堂都在你当中复兴起来。父啊，请求你的复兴，恳求你的复兴，我们正在预备，我们也一直在预备，恳求你在这当中不断的复兴我们。父啊，谢谢你将这所有的荣耀全部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朗读我们的使徒信经。好，使徒信经，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基础。我信上帝，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加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各位请坐。是，我相信我们在朗诵这样的使徒信经，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所有的一切，他付上了一切，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在这圣经的经节，在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四到十九节，十四章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朗诵，我们一起来朗诵，我们将圣经的话语大大朗诵出来，把这样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在神依照他荣耀，我的神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是，我们在这讲道当中，患难也是美事。我们现在预备我们的心，要从传道、从宣传道的口来领受这样的一个讲道。我们现在请我们的传道来为我们讲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先来一起点祷告。丰富慈爱的上帝，谢谢你了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欠缺与需要，你总是按着我们的欠缺随时在供应与补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不听话，做你不喜悦的事。请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学习如何在缺乏的时候也能够知足常乐，教导我们如何在患难当中学习成长，与你关系可以更亲密。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受难原是美事这件事情，来我问你们，患难真的是美事吗？对你们来说不是哈，我患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逃，对不对？有患难我们都不喜欢，然后有些时候我们患难的时候都是抱怨连连，大部分的人我们是这样的心态。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那我们今天就来聆听，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好，所以我这里弄一个问号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看一下哈，这是我想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哈，都有很多的缺欠，所有的人都有欠缺哈。那所以这个是张忠谋说的一段话，他说哈，没有一个人生命是完整无缺了哈，每一个人的生命怎样，多少都缺了一些些什么东西哈。那每一个人生命都被上天画了一道缺口，贴了一个标签哈，你不想要呢，他却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哈。好，这个是张忠谋一段话了哈，那我把它截录下来跟大家分享。那你们觉得张忠谋讲这句话，你们认同吗？认同吗？譬如说你家财万贯，好，假设，可是你却生了一个不孝子，这样有没有完美？也不太完美，对不对？或者是，你家庭美满幸福，但是呢，你却没有小孩，生不出孩子，那也是一个欠缺，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时候，像我们家庭很美满，但是缺了一个老公，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欠缺，没有一个人没有，都有，只是多跟少，好，这样子的情况。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欠缺有些时候让我们怎样，我们来看一下，有些时候欠缺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中的缺口就好像我们背上有一根刺，你会发现这很像谁在讲话，保罗有讲这句话，对不对？说我的身体上有一根刺，对不对？好，也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你这个张忠谋好像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他也读过圣经的样子，要不然他会这样写，我不知道。好，他说，你要提醒，常常提醒我们要谦卑，然后要懂得怜恤他人。哎，这个跟圣经讲得很像啊，圣经不是这样讲吗？圣经说什么？说你受这个至善至亲的苦楚。他说你受这个至善至亲的苦楚，然后会怎么样？将来要成为怎样别人的安慰跟祝福者，这个也是圣经上的话语。所以你会发现说，哎，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这个是他这样说，所以我们来想看哈，他说哈，如果没有苦难，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怎样骄傲。那没有沧桑呢，我们不会以同理心然后去安慰不幸的人。那这个跟我很像，我也是因为我受过苦难，所以我可以去安慰那些上楼的人。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怎样一体两面，你有这一面有缺，可是你有另外一面也有得，因为你得到这个。但是就要看看当你要缺跟得之间你是怎么选择，凡事都有两好几面，那我们要选哪一面来做事，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怎么看的。圣经里面保罗就这样说，保罗第一句话就讲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有没有？第一句话就讲了这句话了。当然这个是先到我们上礼拜的讲知足常乐，他说我有怎样，我无论是知足，我无论是够了或者是不够，我有余或者是不够，或者是卑贱，或者是丰富，在这种状况，我什么情况我都可以随时随在，然后都可以得到，都可以知足，我都可以凡事都随时随在，然后凡事都能做。这个是上礼拜我在讲的。那讲了之后，他就马上就接了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就说：哎，虽然是这样，我怎样，我都觉得这都是美事，我受患难也是美事。那这里讲到的患难，跟我们平常我们讲的患难，遭遇到很大的患难不太一样。现在看这里的患难，这里的患难是讲到保罗他下到监狱里面去，然后我上次有讲过说，菲律宾教会的人怎样，都受金钱啊，或者是物质需要的供应，然后每个月这样供应他的需要。那你知道他在那个其他的教会是没有去收这些献礼的，他是没有收的。但是他这个教会他都一直在供应，所以这个讲到患难，原是每次在讲这个患难，就是让他被他下到监狱的时候，他仍然上帝仍然补足他的需要，供应他的需要，满足，而且去安慰他，所以这个是他让他觉得非常快乐跟满足跟觉得兴奋的事情。这个在讲这件事情。那我在提以前我曾经说过了几件事，这个是他们我们从特罗就是保这个保罗在宣
在第二次碰到的时候，他从哥罗亚这边，然后要到马其顿，因为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16章那边有记载的这个过程。他讲到就是克罗尔一直到马其顿那边，他就经过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菲利比教会，你要看到菲利比就在这个位置上，那这个菲利比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欧亚的两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是经过这个地点，那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那他在这地方做船只的工作，就是保罗那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人就是在卖那个布，紫色布的这个一个衣服的一个妇女，他就跟这个妇女讲道。那这个妇女一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就非常怎样，非常的专注，而且全家就是都很聆听这个保罗在说的话，你说这位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所以他非常的高兴，然后听了之后他就全心全意领受，然后呢就全家都信主。那保罗后来就留在这个家里面，那个就被强迫下在这个家里面，所以他就很专心在听神的话语这样子。那没有经过多久，那你看他们到一个地方去祷告，然后就遇到一个巫女，这个我上次有讲过，就是他被鬼附了，没有？他被鬼附，然后他就一直在宣扬，就是因为他用这个主人他就是用这个巫女，这是上次我讲过，就是说他用这个巫女，然后呢来赚钱。好，那保罗听他一直在喊喊到他已经很生气了，所以保罗就怎样？就是他就在喊着说，这个人是至高的神哈，这是至高神的仆人，所以呢，他们是在传这个救人道理，他就一直不断的这样在说哈。那保罗听得很烦嘛哈，他就说哦，其实这个一直在念，他也烦，念得很烦，所以他就把这个鬼赶出来，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鬼赶出去，他就赶出去。那本来是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嘛，因为巫女，所以是他有行法术的力量，所以呢，他就获得很多的财富，那个主人就得到很多财富。可是呢，因为他得到很多财富呢，这个保罗做了坏事，就把他的怎样财富都给怎么样抵挡他的财富，所以呢，他就没办法得到财富，所以呢，他就被保罗就怎样，因为这样子下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个过程的故事。刚刚我们讲说为什么换在原始美食，就是在讲这一段故事。好，那所以保罗在传福音挡别人财路的时候，那他就被下到监狱里面，然后呢又被那个木狗，等一下我们再看个图，那个木狗把他拴住在他脚下。那保罗跟西拉这两个人，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被众人攻击，而且呢把他的衣服都剥下来，然后用棍鞭打，所以这个是他们在那个地方下监狱之前他们受的这个苦，受这样的苦，所以这也是受难嘛，受难的地方。这个图我上次给你看过吗？下面这个就是木狗。好，那我们在另外一个图你们还没有看到，他们这时候在唱诗歌，就是唱诗歌在祷告，然后赞美神，然后囚犯也都听到他们在这样做，那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在监狱的时候，他们在唱歌赞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突然间怎样？地大震动。来看这个部分，看一下。我先给你看这个，就是第二这个地方就是地大震动，然后那个监狱门就打开了，那囚犯的锁链也打开了。两个都打开了，我们看这个，有没有看到？保罗已经怎样？锁链被打开了，然后那个囚犯，他们这两个囚犯全部都怎样？松开来了，然后地就大地震嘛，监狱的门也打开了，所以是发生什么事？地震。地震，好像为什么会这样？神迹奇事发生了，对不对？他觉得说，哎呦，所以这个。在禁足，那个禁足就是那个什么官兵嘛，在监视他们，然后固守的那些兵啊，看到他们竟然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以为说他们要逃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还是说本来他以为说哦，那是不是他们要逃走哦？因为这个已经都开了，锁链开了，门也都开了嘛，他们以为他们要逃走，他就觉得惨了，他们一逃走的话，他们就怎样
他们的官兵，这个官兵就会怎样被杀，所以他想说，不行，这样我一定要自杀，要不然我这下子我的罪可多可大了，所以让他自杀。结果这个保罗跟希拉很反常，说拜托不要自杀，我没有逃走，我还是在这里，我让你关没有关系，让你关没关系，我不要逃走。他竟然劝他们不要，就是劝他们不要自杀，所以就是你不要伤害你的身体这样子。这个保罗跟希拉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这时候这两个禁主，所以他才刚刚为什么这个图，他就跟他讲说，那这两个人很特别，因为他都在传救人的道理，对不对？传福音的道理，耶稣的道理，他就想说，这两个人会发生这个事情，一定有那个神在帮助他们，所以他才会问出这一句话，说，先生，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他才这样问。好，那另外一个人就说要怎样？保罗就说怎样？你要信主，然后呢，你跟你的全家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说只要你一个人得救，你全家就必得救，有没有？信主，你全家就必得救。你一信主，你全家就必得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只要你一个人信主，为家人祷告，慢慢的带领这个家，然后来信耶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那他们得到这样的，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喜乐。那不仅是这个禁主的家，他就又影响另外的家庭，那些禁主们全部的家，大家都怎样，都相信这位主，所以他们就大家都来信耶稣，所以就受洗了。那他们是不是被关？所以他们还是继续被关被关的时候本来他是要放他们走，那个官长要放他们说，你们这个可以放走他们了这样子。结果说我不要回，他们两个说我不要回家，我要你们的官长来告诉我要把我们领回去，我们不是，就是说他本来说你们可以走的这样子，既然是这样你们就可以走了，就他没有，他就说叫官长来领我们回家，领我们回家所以他说我就是保，我是罗马人保罗就说我是罗马人，为什么都觉得我们是在干扰他们，你凭什么就把我关起来，莫名其妙，因为他传福音他就把他关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哪条法律他就觉得很生气，保罗就说那你自己来领我回去，所以官长后来那些官府的人员就乖乖的来领保罗出监狱，所以你看保罗跟希拉是这种情况里面出监狱的，这要不要感谢，所以他们也是怎样因祸得福，本来他们是受难，对不对？可是后来怎样，后来大家都信主，然后监狱门也打开了，神迹奇事也发生了，神也供应他们的需要的，所以是很特别。而且呢，他也不愿回家，就说要不然你要领我们，他就很有尊严的走出去，就很骄傲的走出去。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受患难原是美事，看起来就是患难，可是你看他在患难当中，他仍然唱歌赞美主，如果你受恩的时候，你唱歌唱得出来吗？你唱得出来吗？通常都是在那边抱怨比较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比较多，通常是这样。所以，但是不是这样保罗的生命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靠主得胜，然后靠主就喜乐，靠主就赢过这些试探，赢过这些受难的过程，他就赢过了胜过了苦难受难了。好。那我现在说，这个经文里面没有的东西，这个是在保罗的受难是另外他有讲，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很多，那跟这个都有关那我来说一下他到底有多苦，他受了多受难有多少受难？你一想到你再比一比，你就想你自己的经历、生命经历，再比一下保罗的，你觉得你们两个，你感觉上我跟保罗比，我昨天看一看，不是我昨天，我这个礼拜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多幸福啊！我们来看保罗，保罗做了传福音本来还是很好命的人在罗马官府里面是非常备受尊重、备受很有尊严的，很有权威、很有地位的人。他什么都不愿意，他遇到主耶稣之后，他生命完全改变，然后到最后怎样？你看，常常熬苦，
然后被下到监狱里面，还要怎样被鞭打？好，被鞭打，然后呢？然后还要面对冒死，就是他还要面对死亡，常常要面对死亡。哈、哦，为什么呢？你看他被鞭打五次哦，总共五次哈、哦。然后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每次哈四十就减一下，我都不晓得这个是怎样哈、哦，就是被打都被两到三十九下，然后呢被棍打三次，然后呢被石头又打，哎，如果这样打哦，不死也半条命不是吗？这样子吧。打，然后呢？因为他们有些时候坐船，因为他到处传福音，对不对？到各个教会去嘛，哈，所以他到处传福音。那有时候他们在欧亚海，那个有个亚爱琴海那个地方，都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哈。所以呢，常常会怎样？遇有船难啊，有风浪的时候，然后有船难的时候，所以他曾经一次哈，一昼一夜哈，在深海里面哈，这样子打滚，所以他也是很辛苦的。你看，为了传福音，做了好多。很辛苦的事情，可是他甘愿，虽然那么苦，哎，我甘愿，哦，这样子。然后呢，你知道吗？我这次去以色列嘛，我就觉得说，哈，这个地方，哈，虽然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哈，我去土耳其嘛，哈，那我上次去土耳其，这次去以色列，哈，反正都是在那个保罗的这个传道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都差不多。那个环境都差不多就是旷野啊旷野啊沙漠啊所以一定怎样在那个地方会遇到很多事情所以你看他会遇到灾难很多那因为每次都是旷野你要走路啊要做什么其实那个路都是不平的然后你鞋子大概都穿什么以前的人都穿草鞋所以很容易受伤连走路都会受伤，哈、哦。那你要走那么远的路，有些时候呢，又要面对河流，哦，所以你又要面对河流的危险，然后又要面对盗贼也会来攻击，哦，赶逃，来逃退，安尼吼，啊，或者是被打这样子，啊，同族的人哈、哦、也会来攻击他，然后外邦人也会来攻击他，他是两边不是人，哈、哦。罗马人也要来抓他嘛，对不对？然后外邦人就是要传福音给他们人，不一定他们就要听啊。哦，所以有些时候就很多的，而且他们罗马人知道很多混乱，然后呢搅扰这个保罗，所以很累的、哦、然后在城里面他也很危险，城里面也要抓他，外面也很危险、哦、所以说一说哈、哦，无论在陆地上、在海中、哦、在沙漠、在旷野，哇，全部都是危险、哦、所以很累的。那你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怎样？还是假弟兄哦。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真信主，有的是假信主。啊，刚刚那个利利亚那个人哦，那个是真信主，有的是假信主，所以很多的很辛苦的地方啊，我们不是也都会遇到类似这种啊，跟你像是朋友，可是呢，跟你在一起都说你怎样好，但是呢，背后都说你怎样不好，有没有？哎，那个是假朋友哦，有些时候是这样哦，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印象，然后呢，他睡也睡不好，啊，吃也是不好。好，所以他又饥又饿。说真的，在沙漠地方，在旷野地方，说真的，要吃很不容易。真的，我们白领哦都没看到商店哎，那个要怎么吃？很难吃哎，哦，不知道去哪里吃。那、啊、如果有野食的话，可能要从野食。啊，野食又看到没有？看到树木花花草，怎么有野食可以吃呢？所以很难呢。如果你带不够的话，就没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是又饥又饿的哈，而且呢。连吃都没办法能吃，他就这样讲，这是他说的，我这个他说的哈。然后呢，很冷的时候，你看也没有帐篷哦，除非你在那边搭帐篷，啊也没有帐篷，所以有的时候又很寒冷，然后赤身肉体。啊你觉得呢？你先比较一下，你的灾难哈、受难有没有这么多？有没有这么多？他到各地去哈，全部都在受灾难，到处处处都是危险，无论他走到任何地方去。他只为了传福音哦，所以都很危险，对不对？冒险在传福音呢、啊。那我们传福音会不会这样？我们传福音会不会这样？啊？我们完全没有哎、欸。我们传福音会危险吗？会被拒绝而已嘛、啊。哦，顶多被拒绝。那、啊、还有呢？被拒绝会怎样呢、啊？不会被骂哦，有没有被拒绝被骂？好，有可能被骂。还有呢？哦，被拿扫帚赶出来有可能，或者是你家因为你信主，然后怎样被
斥，被拒绝，这个也是一个内疚。那请问这个难处，这个受难跟保罗的受难，你觉得一比较起来，你觉得我们至少没有生命危险，所以至少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是在大陆呢，中国大陆那边呢，会被抓去关，那个地方比较危险一点。但是现在很多从地上慢慢到从地下慢慢到地上来，他们那边现在慢慢越来越多人在传福音，都聚集了。以前都在地下，不敢让他知道，现在大家都可以了所以你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台湾的环境要传福音还是很简单的，从某个角度来看是简单的。那事实上保罗去到这个地方建立教会，是不是那个地方都很欢迎？没有很多地方还不太欢迎也是受排斥、受拒绝。所以你看他的压力多大，但是呢，他还是做呢，他还是闯而且他还是高举基督这个就是跟我不太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好，那不仅是这样，他不是只是身体自己本身受到这些压力他本身还要为怎样？为教会担心。这个教会这样子对信仰随随便便，或者是拜偶像、祭拜偶像，他都很伤心，他很难过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他觉得怎样有压力。所以我告诉你，保罗承受的压力多重、多大，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可是还是甘愿。我跟你讲，我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都常常勉励，我都常常鼓励我自己。我真的是没有保罗的知1%，真的。每次读到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算什么？我们算什么？哇，觉得不断的在反省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还有很多需要往前走。我们真的是，所以你看保罗都是在夸耀他的软弱，但是他都高举基督。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高举自己、自夸，然后把耶稣基督给放在后面，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们的基督好像你很害羞，好像说了之后会让我们蒙羞的感觉，说我不太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这种现象。我出去的时候你是基督徒吗？如果全部都不是的时候，你就不太敢讲话。你看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耶稣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光荣，而是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看这个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所以你想看看，到底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有多大的力量跟定位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想自己，包括我在内。然后，我觉得我们传福音有像保罗的一点点的这个他的这种专注，然后这种不害怕，然后不畏惧，不担这种勇敢，我就觉得这个保罗实在是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所以你看保罗都在夸他的软弱然后呢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其实他很软弱那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担心别人跌倒，他也 很焦急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所以你看保罗自夸都是在夸自己的软弱，他在夸这个东西都不是我多厉害，我多厉害都不是。要遇到耶稣之后，全部都完全自卑了，不是谦卑，不是自卑。他一点都不自卑他是谦卑保罗是什么人？他怎么可能自卑他觉得他好得很只是为了耶稣没办法，就是这样做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在第十五节，他这样讲，他说：“腓立比人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咒的事，除了你们以外，这个你们就指腓立比。”除了腓立比之外，没有别的教会来攻击我所以这里就很清楚讲到说，这个我刚刚从特罗亚，然后到马其顿这个过程，就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所以是腓立比给他们。那腓立比之后，他们又到别的地方去了。等一下我来看那个图，他说我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所以请问帖撒罗尼迦的人的教会有没有供应他？有没有？有没有供应他？有需要啊？有还是没有？你看
就是我在天上瑜伽，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请问他有没有在天上瑜伽得到供应？没有，是谁供应？那个你们是指谁？非利比的教会供应他。好，我们再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图，这托罗亚对不对？然后到马其顿，这是非利比，这我刚刚讲过。然后我们再看往下走，你看到谁？什么教会？帖撒罗尼迦对不对？啊，在旁边那个是什么？庇利亚。好，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其实很多人都不信耶稣的。虽然在那边建立教会，但是很多人不信，而且那地方很多的搅乱。然后到庇利亚，还有几个人愿意相信，所以庇利亚反而比较多人讲。然后又跑到雅典去，然后跑到哥林多，就是这样，他就一路这样这样走，一直传福音这样下来。好，那我们来看看哈，这里讲到说哈，我并不求什么馈赠，所求就是你们怎样，要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你看哦，保罗强调的是什么？他需不需要人家馈送他？他需不需要接受这些？他没有，他其实保罗都不求这些，保罗只求怎样？这些教会的人怎样去多结果子，就是要他们去传福音，多结果子，就是这样而已。然后你多结的果子，所有的最后的结局都是归到神的里面去。你的传福音，你什么时候传福音啊？神都记在一笔一笔记在上面了。生命册上都会记上你什么时候传福音给别人，所以这些功劳都不在保罗身上。保罗说：“你看，我传福音给你，你的传福音也是因为我的功劳。”没有，他不是这样，是你去传福音是记在你的账上，就是这个账是算在你身上，因为你去传是你，所以他是归给这些门徒信徒们，是这样的情况。然后他要说。保留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有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首歌，就是我得了秘诀，就是他说我缺乏，但是我又有余哈。有些时候缺乏，有时候有余。他说我已经觉得充足，因为他在监狱的时候，这个以巴弗提呢，他们就怎样送这个金钱哈，然后或者是东西，然后到这个监狱那边去哈，让他得到需要。”那他就说：“我要把这个祭物当作吉祥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他把保罗，就是腓立比教会送给保罗的东西，他们就把这个当成献祭给神。就说你虽然是给我，可事实上你是在献祭给神。就像今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奉献是给教会，但是是做教会的事工所使用，所以这个祭账记在神那里。所以是将给祭物献给神，这类似这个一样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样勉励这个腓立比信徒，他们在对物质跟金钱他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做的。他说哦，在我们前面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对不对？好，然后在这里讲说，我不因为供应中断缺乏，然后呢就怪罪，不要这样，你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是在第十节会这样讲。这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在第十一节他就讲说，我无论怎么样的状况，我都可以知足，不管是储备、建储、丰富，有没有或有余或不足，怎样神都供应。好，所以你在缺乏当中，你仍然要知足，知足才能够常乐。这是我上礼拜讲的主题，还记得吧？好，这是我上礼拜说的。然后呢，第三件事，他说他不向人求什么馈赠，就是说当有欠缺的时候，你不去跟人家求，好，不去跟人家求。我印象当中，我自己以前在很缺乏的时候，我就印象当中，我有一次经验很深啊。我那时候买房子，然后我记得我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过世，就我家里只剩下600块，还要维持一个月。我那一次印象很深，我想说一个月我家五个人那怎么活？不行，我这个月最少要6000块。才能够活下去。那时候才月初，然后我就跟上帝讲说，我需要6000块，这样子。真的很奇妙哦，我就跟神要哦，但是我不求馈送哈。我那时候想神啊，你给我吧，可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给啊，但是我也不想要跟他伸手，因为我觉得去跟人家借钱哦是一件，
也会打坏感情啊。我感觉就是，我觉得不好意思，我会不好意思哈。当然，其实可以跟他要的啦。啊，那时候我就会不好意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好意思。啊，所以我就跟神要，跟神要。哎，真的，我就祷告，很奇妙哦。哎，那个月哦，刚好有两个演讲，啊，一个演讲刚好3000，刚好6000，就这样降下来了。所以我是靠着你看神给我的机会，我就去做这个演讲了。我也不知道那，我跟你讲，我平常都没有演讲，都没有，那时候还不太会演讲，所以没有。所以那一次演讲让我觉得真的是神给的，这样知道吗？那是神给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跟神要，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是为什么会来的，它就来了，很奇妙。所以我就感受那个奇妙了。好，再来。但是我跟你讲，万一真的你没有的时候，你还是要跟他借哦，还真的没有的时候，跟张老师借。OK， 好，那他说好，我们就是说，我们对那个送我们东西的人，不管是金钱或者物质，这些人我们要怎样常常存着感谢的心，心存感恩。然后呢，他说我们也要把这个献祭的，就是说人家送给我们这个钱，就是他对保罗，那保罗就说这个是要献给神的，所以这个是献祭，就是你们虽然献祭过，这是事实上也是献给神，也是当祭物，所以说它成为吉祥的什么香气，有没有？它是这样讲，属灵的香气。好，再来，他说我们要求上帝来报答这样馈送的人跟教会，所以巴佛体这个人啊，还有菲律宾的教会，他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我跟你讲，如果有人给你东西，我们也要怎样学习感恩，然后学习怎样就是报答，求上帝来报答他们，然后祝福他们，感谢他们，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也是我们从保罗这边学到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他说我的神必照他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部分，他说愿荣耀神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然后我们看他这里面讲的什么东西，他主要在讲说基督徒他所得到的这个供给，第一个是怎样？这个供给的来源是谁？是上帝，上帝是供给的来源。第二个，你供给的程度什么样的情况？是按照神丰富，神的丰富的程度在供应我们的，是照他的丰富，他有多大的丰富是这样。我们看是按照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这个供给你要给人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媒介？那个媒介是谁？透过基督耶稣而给的。那他给的项目是什么？我告诉你，一切所需要的，你所需要的项目他都供应。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耶稣是怎样宝库啊，他是有财富的神，他供应所有需要的神，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是耶稣基督，所以是供应的项目，供应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再来，所有需要他都给。好，再来，他给的都很够，你会发现，你像我刚刚那样说的，给的都很够。真的，我常常缺乏的时候就跟神要，而且我都想的时候，我还没有说我要去做的时候就有了。我记得我先生生病的时候，很奇妙的，我需要，那个叫做天然的，那个叫什么，龙。就是会舔龙眼膏，龙眼什么？龙眼蜜，龙眼，反正就是那个对蜜，天然的蜜哈，蜂蜜那种天然的这样子，我就跟神要。那一天我们隔壁邻居跟我不太关系没有很好，就是所有没有很好，不是跟他关系不好，是没有很多来往。平常我也没有送他东西，可是那一天他就拿2罐那个蜂蜜来给我，我就觉得。这是怎样？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要来你家。他自己这样讲，他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说我这个东西要来你家就对了。我就觉得说，神啊，我都还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就有了。我就觉得那个印象对我来讲很深。然后我跟神说，我有一次我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小孩子生不出来，
我说上帝啊，我跟你讲，我快六公分，一直都是十几个小时都六公分都不会怎样开。哎，神很奇妙哦，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祷告，说神啊，拜托让我开，要不然我要进那个开刀房，那边就剖腹，然后说再不出来就因为胎心已经下降，剩下四十五，心跳现在45，就孩子有没有CPR啊？这样不行，你知道吗？我一祷告，完，我要推到那个什么手术室去开刀，结果就在那一刹那就开了。因为他说有，我第一次生产也并没有经验，他说有变异的时候就怎样，你就要让我知道。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变异，我有变异，他在推的时候我就有变异了，我祷告完了，马上蹦出来，不是蹦出来那么快，我就这样，然后呢，他就跟我，他我就说，那我检查内诊看看，哎，内诊九公分。你看，从六公分马上祷告完九公分，这个一分钟，我十几个小时，六分公分都不会开，你不觉得这个神是很奇妙的神？他都供应你啊，不是这样吗？哦，然后就送产房去，然后就生这样子，是因为这样生的。你看，很奇妙。所以那个老大叫以恩，就是恩典的恩在哦。我们家孩子都是这样取名的。以后再有故事讲以心跟以理的，他们两个也是有故事的，都是奇妙的上帝的作为。都不是我，都不是我，所以每一胎都是这样。反正我人生所有事情啊，不行的时候就跟神要，然后就给，因为我都是求那个对的，所以神就给。所以下次有机会再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再讲。就说神供应你都是充充足足，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所以我们供给最主要目的，我们主要是怎样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这是很重要的。再来一个，这个很重要哈，我们都遇到患难，对不对？所有人都遇到，没有人不会，几乎都会啊。不会遇到，那你要，你如果天天都是白天好了，都是蓝天白云哦，你的生命哦不会太丰富，一定要怎样阴晴阳缺哦。然后呢，暴风雨过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应该是这样比较丰富。他说哦，我这是我自己哈经历的，我自己把我的经历用这样的过程来讲，第一个。相信这个患难，相信这有神的作为，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神的作为在其中，你就相信这个事情。第二个，顺服，当遇到患难的时候就顺服，所以信而顺服。为什么叫我们信而顺服？就是这样，信而顺服。很多时候你很难顺服的，为什么我老没有老公？你会很生气，对不对？为什么会没有老公？别人都有，都没有，对不对？我就会这种现象哈。但是现在没有老公也觉得。我现在也还 OK， 觉得活得也不错，也很幸福。我现在觉得我也很幸福，因为很自由，也不错。跟我这些在一起也很自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享受在婚姻里面，在不在婚姻里面享受单身？单身的时候也可以享受这个。然后呢，就是顺服，再来就是接受它，就是允许这个患难，它是允许它存在。当你拒绝它存在的时候，不会快乐。你只有允许它存在，你才会快乐。然后再来说。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就好好面对它。你去这个问题来了，我怎么解决？我怎么去？比如说你生病了，你就去看医生啊，要不然怎么办呢？就是看医生啊，找医生，对不对？如果有这个问题啊，车祸脚断了，那就是医脚，对不对？然后看要怎么处理，就是面对它，处理它就对了。然后不行的时候，就交给他。神啊，我都做了，我该尽的我都尽了，其他的就交给你，交托。所以来，我们把这个顺序说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相信。第二个呢？顺服。再接受。再面对。再交托。好，所以这个很重要，这几个步骤，希望。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哈，这也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第一个，有患难来，不要害怕。有患难来，不要害怕，你就告诉上帝说：“哎呀，上帝，这个事情，你说患难也是美事，那你有没有学什么？”有什么功课要我学？我现在都是这种心，我都用这种心情去面对患难。我遇到患难、遇到苦的时候，我想：哎，神啊，你到底要我学什么？第二个，你不用担心你生活有欠缺，因为神会供应。我真的，因为我每次都是这样，我今天能活到现在，都是每一次都看到神的供应，真的。好，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我自己有这种感受，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经历有看到这些东西在。无论什么样的状况，你都要学习知足。
好，我以前，我现在孩子都还在读书的时候，我每个月200万，不是每个月，每年啊，说错了，每年啊，每个月笑死了，每年啊，每年100万，我都不知道那个年那个100万从哪里来，好，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来。可是他们就是需要这么多钱啊，因为我们四个人在读书很可怕的，一学期都是几十万、几十万这样子在花，哦，都真的很可怕。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我当时是怎么熬过的，可是也熬过。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哎，神在你什么样的情况里面都可以让你知足，好，恩典是够你用，好，在你要懂得感恩，所有发生之前你都要感谢。先生不在也要感谢，因为所有一切源头都来自神。神什么样时候要拿取，什么时候要供应，你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好像我们的兰慧对哈，老公洪青啊，对不对？什么时候你老公会出状况，你也不知道。可是他出状况，但是你看他，他愿意来的，所以很辛苦，这个过程患难是很辛苦。可是呢，我们靠主去面对，去度过。好，最后一个就是你要多传福音，多结果子。这也是保罗常常跟这个菲利基人这样讲。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用这样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分用这首歌来做我们的激励。我们就是我们上次曾经唱过的《我得了秘诀》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把它背起来。这首歌能够背起来，当你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到这首歌，你就有力量。我每次想到这首歌，我就有力量。好，这首歌叫《我得了秘诀》，我得了秘诀。好，我们来唱这首，非常非常，应该你一定会唱了吧？好，会了哈。OK， 好。开始有回溯，您靠过来一点，有回溯。好。我知道怎样出飞前，我知道怎样出丰富，我有余，我解放，我已经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知道你愿意供应我们的需要，你愿意解决我们的问题，你愿意让我们能够承担，让我们有学习，让我们生命更有信心，更刚强。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你与我们同行，你就凡事都能。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神主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每一步往前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经句朗读，在你们的周报第十一页也有，在那个周报第十一页，我们华语的部分一起来朗读好吗？然而，请。然而，你们看我蒙受患难，原是美事。台语的部分我来读，但是我不确定我读的对不对。谁写安妮？谁写安妮？令天天不爱患难。令天天不爱患难。这是真好。这是真好。好，我英语的部分也跟着我一起。Yet。Yet. It was good of you. It was good of you. To share in my troubles. To share in my troubles. 好，我们一起来奉献。好，感谢我们的神，供应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所需。好，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感动来奉献给我们的神。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感谢父神听了传道的讲道，我们觉得我们的患难算是微小的，以后有任何的患难，我们都能够微笑的面对它。谢谢你，孩子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圣名求，阿门。请坐下。好，今天有新朋友吗？有。OK， 对，传道那个是你们认识的吗？还是？哦，之前来过了。OK。来介绍一下。哎，是。林佑如。非常欢迎他们，鼓掌，欢迎他。谢谢。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介绍与报告，各位，我们看一下第三页的部分。好，第三页有非常多本会的消息，尤其是我们6月30号有小会，7月1号有青年和就是仁爱教会的青年将来永福一同参与短宣参解释啊。好，还有很多这些我们细节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周报当中来了解。好，第四页的部分，好，各位来翻看一下哈，我们有很多团契的消息，当然有乐器的训练哈，我们一直在这当中感谢神的供应 ，OK。再来是团契的消息，我们有夫妻消息，这里有很多灵修的活动，29到30。好，幸福小组啊，感谢神，那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有幸福小组。
2点到3点半的这个人栏，可以有一个感动的，都可以介绍人到这边。好，还有我们的夏令营，好，社区消息的部分有关怀文教基金活动等等。好，交接消息第五页的部分还有代导事项，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从周报当中来知道一下。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哈，都可以来向教会来报告。好，第六页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体、心灵的欠安哈，我们需要很多互相姐妹们一起来互相来祷告。好，这个感谢哈，其实我会看，因为我自己在教书，所以我知道哈。我每次跟我们小朋友讲说，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台湾，饭是要吃跟不吃，他们的选择是我要吃跟我不要吃，可是在南非是一定要吃，没得选。我跟他们讲，然后我就给他放影片给他们看，然后说，还有孩子会挑食，我说你去南非住一个月，你回来就什么都没有挑食这个问题。好，第七页的部分呢，我们有客照班哈，非常感谢神。我们有这种客照班，因为是针对弱势或者是有需要的家庭的。好，我们这些第八页的这些贡献，如果有错误的部分，你可以向教会来说，来确认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到金句背诵的部分。金句背诵的部分，来，我们五月六日的金句哈，在第九页，今天是最后一次背诵。下个礼拜就要出来背了哈。来，第一句，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6:20。来听观观看，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6:20。来对对看，我儿。根据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6:20。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儿立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箴言31:10-28。来听公平，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箴言31:10-28。别别看，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31:10-28，再听一次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儿女起来，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箴言31:10-28。下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天空，但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别别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此路行在地上大学。下一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罪那恶者。在福音五章三十七节，明白吗？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罪那恶者。在福音五章三十七节，来给你看。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罪那恶者。真的是三十七节这一次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罪那恶者。在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下礼拜要背嘛，要请那几个人要。记住你们下礼拜背的人啊，来听前一祝福诗。永远阿门。请坐。